观察被取一行人的状态。与沿途的树木沟通。了解对许团队有善良、勇敢、团结的心神。所以在开启失落五国大门时，他的别人对许识货魔球，让他们来到陷阱屏障，投掷数精灵设置的结界装置，若能成功投入魔球，结界消失后，便能顺利恢复失落王国与外界的连结，让小溪边与失落王国的居民共享资源。